哥，蔡大哥。哦，蔡大哥。哎，秦兄弟，怎么，是不是商会那边有什么消息啊？是啊，文秀听到苏董木跟百合香说，他们已经找到了于德顺，而且逼于德顺三天之内必须要交代出咱们新四军小分队的藏身点。可恶的小鬼子，亏他们想得出，竟然利用于德顺来找到我们。看来这个麻生的死把他们逼急了，他们是想尽快找到我们藏身的地点，将我们一网打尽。是啊，这些鬼子诡计多端，蔡大哥你们一定要小心啊。我知道，这个消息很及时，谢谢大雷兄弟，也谢谢文秀同志。哎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蔡大哥保重。好。我们现在正在找的人，新四军。没错。干什么？别过来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你。别激动啊，我只是想请你帮我捎个口信儿给你们的老大于德顺。你认识我们老大？你要我捎什么口信？你回去告诉于德顺，就说我蔡彪要见他，约他明天中午十点在三里桥土地庙见面。还有，让他放心，我不会害他。如果他要做缩头乌龟不敢来，那最后吃亏的是他自己。你不信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小子，别玩枪，小心走火。别忘了，回去给你们老大捎口信儿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慌忙的呀？哦，有一个叫蔡彪的新四军想约你见面。什么？蔡彪？啊？怎么回事？赶紧说说。啊，今天我在山路上，就这么走着，突然冒出来一个人，他说自己是新四军，叫蔡彪，他让我转告老大你，说让你明天十点在三里桥的土地庙见面。这就奇怪了。我这要找他们，他反倒找上门来了。啊，老大，这一定是个陷阱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他们知道你在查他们的下落，于是就派人来杀你呀、啊！老大，你一定不能上当啊！哦，对了，这个新四军啊，身手好得很。今天呢，我就这么拿枪指着他，他一个松果就把我的枪给打飞了。阿昌，啊，照你这么说。他的身手那么好，他要找我跟踪你回来并不难。但是他这么费力地约我去土地庙见面，他想干什么呢？是啊，他想干什么呀？这就去看看他蔡彪搞什么鬼。阿成，啊，你在外边接应我，我一个人进去。老大，不安全呐。哼。这，我于德顺这一辈子怕过什么呀？啊，
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哼，老大，那你小心点。阁下就是蔡彪吧？哼，那你一定就是余德顺了吧？我在这里已经恭候多时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让蔡师爷久等了。蔡彪蔡师爷当初在凤凰山为马老大可是立下了不少功劳啊，早已是声名远扬了。哎呀，后来蔡师爷和几位兄弟下山加入了新四军，便杳无音讯了。没想到今日得以相见，我于某人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于爷对我的情况是了解得一清二楚啊。知己知彼，好办事啊。不知道蔡师爷今天找我来有何贵干呢？哼，既然于爷这么爽快，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我早就知道于爷你一直在做情报生意，所以今天找你来也是想跟于爷做点生意。哦，那感情好啊。不知道蔡师爷要跟我怎么做生意啊？你做情报，我也做情报，但是我的生意没有于爷做得大。于爷的生意都做到日本人那里去了，我不跟日本人做生意，我只跟于爷你做生意。好，那你都有什么情报呢？我是新四军，有的当然是新四军的情报了。哎呀，蔡师爷当初跟几个兄弟下山投靠了新四军，后来传说你们是去抗日救国，可是怎么今日你却要出卖新四军，而且还要卖他们的情报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于爷啊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当初啊，我是和白三儿、吴影、海立青四个一起下山。这海立青呢，早就死了。我们剩下的三个兄弟，是一直在新四军的队伍里出生入死。本来想着是抗日救国来着，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我心灰意冷，老子不想干了。你是说无影的死吧？于爷不愧是搞情报的。没错，我和无影啊是十几年的好兄弟，我们一起枪里来雨里去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关键的时候，这个白三儿竟然弃之不顾，白白的看着他去死。我的兄弟舍身取义，到头来连个坟头都没有。我算是想明白了，什么抗日救国，什么他妈的兄弟，那都是假的。到头来还不是每个人都为了自己。哎，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蔡彪也不傻，我才不管以后的中国是他日本人的也好，还是其他的什么人的，我只管我自己得抓住机会，想办法捞一笔大钱，为自己留条后路，
过我自己以后想要过的日子。蔡师爷，你这是大彻大悟啊！没错，国安他什么什么国家百姓的，都是屁话。只要咱们兄弟，哎，活得快乐，活得开心，那才是正道啊！月啊，那你想不想和我做这个生意？我知道，新四军的情报是他日本人最想要的。我把新四军的情报卖给你，你再转给日本人，这其中的利润有多大，想必于业比我更清楚吧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做一笔交易。蔡师爷，你能否告诉我新四军的藏身地点在哪里？我于某人给你5根金条。嗯，哎，哎呀，我说于爷啊，你也太小看我蔡彪了吧。哎，这么大的情报，别说是5根金条了，就算是200根金条，我还得考虑考虑。哎呀，蔡师爷，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。啊，什么情报他都值不了200根金条啊。我说于爷，你这可是杀鸡取卵呢。我要是告诉你新四军的藏身地点，那日本人过去把新四军全给灭了，那我以后还有什么情报可卖呀？嗯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和于月你做笔长期的生意。我可以把新四军的行动计划都卖给你，咱们好买好卖，才能合作愉快，怎么样？蔡师爷的意思是坚决不卖新四军的藏身地点喽。除了这条，别的都好商量。哎呀，那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于德顺也是好说话的，就照蔡师爷您的办法去办啊。好，于爷，以后啊，咱们就在这个庙里见面。一旦有新四军的行动计划，我就立马告诉你。好，好极了，那就一言为定。既然事情都谈妥了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啊，于爷好走。啊。小子想当叛徒了，他愿意把新四军的情报卖给我们。哦，哎，老大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就知道新四军的窝点在哪儿了。蔡彪这小子很狡猾呀，他不肯说。老大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自有办法，我请。
被他给甩了。这个彩标还真是不简单呢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找不到邢子君的下落，我们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回去再说吧。满天少佐，于德顺带来了。你好，满天少佐。于德顺，你办事很有效率啊！三天期限还没到，你就有消息了。新四军藏在哪里？这个新四军的藏身地点，我暂时还没有找到。还没找到呢？你来干什么？坂田少佐，您稍安勿躁。要是坂田少佐急于知道新四军的下落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那就请坂田少佐先拿出200根金条来。没有情报，还敢来问我要钱？等，太君息怒。于德顺，你疯了？开这么高的价？坂田少佐，请您不要动怒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说，是这么回事？有一个新四军的叛徒，他要找我做生意。他说他愿意出卖新四军的情报。我一听，这不正中我们的下怀吗？是吧？所以我就跟他要了新四军的藏身地点。可这小子，他呢，跟我要200根金条。我一听，这是天价呀！就是，我当然不会答应他了。我不管，我只要知道新四军的下落。是，少佐，您不要着急，听我慢慢说。既然那个新四军的叛徒答应跟我们合作了，向我们出卖新四军的情报，这不就等于我们在新四军的队伍里边有了一个眼线？以后他们的行动。我们会无所不知啊。坂田少佐，你想一想，其实我们用不着急于查到新四军的藏身地点，只要我们知道新四军的行动计划，每一次他们行动的时候，皇军立即出动，将他们的计划一举粉碎并逐个击破，最终不也是一样能够把他们通通消灭吗？于德顺，你不是在推卸你的责任吗？哎呦，没错呀，少佐，因为我也不想死啊。可是我这也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。少佐，你仔细的想一想，如果您杀了我，你们就连一点好处也没有了。而且，这以后连新四军叛徒提供情报的这个机会，你们不是也没有了吗？太君，这于德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与其枪毙了他，不如留着他给我们提供新四军的情报，这样对皇军也有价值啊。于德顺，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但是我要马上见到效果。如果你再敢欺骗我，找借口拖延时间，你会死得很惨。哎呦，少佐，我哪敢欺骗您呢？您放心，现在那个新四军的叛徒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，很快我就会给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。那我就等你的情报。多谢少佐。你来电。不错不错。松井先生。王队长，你来了。我是来向您汇报烟馆的账目。好，拿过来吧。哎呀，这两天生意太好了。这是账本，这是赚到的钱，请您过目。王队长，你表现得很好，账本我就不看了。我相信你也不敢动什么手脚。那当然了，我这账本清清楚楚的，随时都可以查账。你说
我哪敢打什么歪主意呀、啊？你明白就好。哎呦，这两天生意太好了，存货不多了。您什么时候再送货呀？啊，这不难，货都在仓库，我会源源不断的给你供货的。你只要好好经营生意就好了，货的问题嘛，你不用担心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们一定把这烟馆的生意啊做得更大，更火。对对对，好，王队长。我期待你的好表现，事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谢谢谢谢，阿里多阿里嘎多。哎，对，队长，账本他都不看，真是个草包啊！这些浪人抱着女人，哪有心思看什么账本啊？况且，我们给了他们那么多钱，他们很信任我们。哎，队长，我以为他多金呢，谁想到是傻子，还拿自己当老虎呢。哼，他要真是只老虎啊，我还不敢摸他屁股呢。哼，他就是只猴，还不是被我们耍过来耍过去。哎，队长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哎呦，你说在日本人那儿也没喝个痛快。走，春花楼，小红的，行吗？行，队长，我就喜欢去小红的。啊，不是，小红那是您的，他身边那个小侠，我惦记着人家的。队长，我跟子月已经进城查探过了，小鬼子在城里开了个很大的烟馆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引诱老百姓来抽大烟，让他们患上烟瘾。而且，现在已有一部分老百姓已经患上烟瘾，照这样下去的话，这些人很快就会倾家荡产的。这些小日本鬼子，简直太可恨了。他们不择手段，竟然用大烟来毒害老百姓。到时候，别说要老百姓去抗日救国了，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了。这件事情不可小觑。之前我打听到消息，这批烟土应该在商会的仓库里。王爷，麻烦你进趟城。如果那批东西还在仓库里的话，统统烧掉。好。姚大哥，这次进城一定得小心啊！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哎，王爷，哎，你们要出去啊？是啊，我去城里办点事，很快就回来。子月，你们不是刚从城里回来吗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嗯，我们刚才进城，查到现在小鬼子在城里开了好多大烟馆。他们卖给老百姓去毒害他们。队长派姚大哥去看看，看这批货是不是藏在鬼子的仓库里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把他给炸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今天叫我来，有什么好情报啊？没错，新四军啊，这两天会有一个行动，但是不知道你也会出什么价啊？那就要看你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。哎，不妨说来听听。哦，是这样，那个日本人啊，不是在城里开了家烟馆吗？卖大烟给老百姓。新四军方面呢，对这件事情很重视。而且已经查明，这个大烟就储存在商会的仓库里。我们已经计划好了，准备这两天到那仓库一把火把那大烟都给烧了。怎么样，雨夜，这个情报还是有点价值的吧？嗯，这倒是一个好情报啊。只要日本人能阻止新四军的行动，保住那些大烟，那就值一根金条。要是再有新四军的人落网，哎，那至少值两根金条。还是没想到，我们新四军的命都是有价钱的。那当然了，你们的人头都很值钱的。行有行规啊，兄弟，我先给你一根金条，等事成之后，看事情的成。
成效，我会再给你结算的。拿着。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但是于爷，情报我可是给你了，这成不成得靠你自己了。啊。那个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出来太久，怕引起他们怀疑。啊，是是是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赶紧先回去。哎、好啊，我走了。啊。小心点啊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，队长？妈的，这可恶的新四军，妈的要烧我的大烟啊！这不是要断我的财路吗？谁他妈要断我的财路，就是要断我的命。我得报告坂田少佐，叫他们有命来，没命回。按照王金彪说的，新四军今晚有行动，去仓库烧大烟。我已经通知百合香在仓库做好安排。自古，你晚上去仓库部署埋伏，一旦有新四军的人出现，一个也不能放过。嘿。自古中尉，你怎么能让那两个新四军跑掉？少佐，今天晚上天气不太好，业务很大，我们追了一段之后，他们就不见了。哼，你是个军人，自古中尉，不要找借口。嘿，坂田少佐不要急，虽然今天晚上没有抓到新四军，但也不是件坏事，至少证明了于德顺他真的在跟新四军叛徒做生意，所以情报才那么准确。既然如此，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。色谷君，嘿，希望下次你能将功赎罪。嘿，哎，蔡师爷，相信结果你都知道了吧？这鬼子办事也他妈太无能了吧！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抓着，害得老子又他妈少挣了两根金条。哎，玉爷，不过我话先说在前头啊，情报我已经给你了。鬼子办事不利，与我没有关系，钱我还是要照收的啊。当然，当然。蔡师爷提供的情报这么准确，我们以后还要长期合作，那必须的。只要今后蔡师爷张张金口把新四军的消息告诉我们，蔡师爷，你的好处少不了。我有好处，那你于爷好处更不会少的了。放心吧，于爷，啊，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一旦有什么新的情况，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。好，咱们一起发财，啊，一起发财，必须的啊。昨晚真是太危险了，我这手榴弹还没扔呢，小鬼子就开枪了。幸亏我跟白大哥跑得快。怎么会走漏风声呢？这件事情有蹊跷啊。哎，蔡大哥回来了。啊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蔡大哥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啊，我没去哪儿。小耀子，跟我来。还有香。
祥儿，把门关上。怎么了？我想问彪子一件事情。彪子，啊，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？这根金条是于德顺给我的。你怎么和于德顺扯上关系呢？昨天晚上的事是不是你泄露出去的？白老大，你别急，听我慢慢给你解释。白三儿，你先把手松开。代表，解释一下吧。白老大，把手放开，少跟我嬉皮笑脸的。行，老子就听你给我解释。好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件事情啊，从头到尾都是队长想了一个计策，因为他知道鬼子想通过于德顺来打探我们营地的情报，就想到了要将计就计，让我假装叛变去接近于德顺，告诉他我有情报愿意卖给他，其实啊，就是想反利用于德顺来打击鬼子。吓了我一跳。这次队长让我故意告诉于德顺，就说我们新四军近期打算去仓库去烧他们的大烟，就是为了让我进一步取得于德顺的信任。结果于德顺真信了，所以就给了我这根金条。彪子，对不住。老聂，你这件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道，我可刚刚失去了一个好兄弟。哎，怪不得你跟我说我们到了仓库不要接近，就扔几个燃烧弹就可以了，只要鬼子一出现，我们呢马上就撤。哎，彪子，哥对不住你啊。没事。白三儿，要说对不住是我对不住你，事先没跟你打招呼，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敌人越来越狡猾，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我们要战胜他们，必须出奇制胜。我们要尽快解放朝阳城，为无影报仇。会长，这次新四军来烧我们的鸦片，虽然没有抓到他们的人，但是也成功阻止了他们的行动。看来于德顺跟新四军那个叛徒的情报是准确的。但是毕竟于德顺和那个新四军的叛徒都是中国人，我们绝对不能完全信任他们。无论如何，你今后做事一定要小心为上啊。嗨。摩西摩西啊，关长，你好，啊！白河仙小姐，你要去找会长？啊，对，有文件要他签字。那你等会儿再去吧，会长正在接重要电话，不要打扰他。好。佐佐木到底在接什么重要的电话呢？会长，文秀，你找我？对，我有文件要你签字。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也正要找你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吃个饭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给你。好。敬你们。
笑，我们的日本菜你还习惯吧？很特别，谢谢会长的款待。我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们交代清楚。过几天啊，我要去上海一趟，等我回来之后，我们商会的好多事情又要忙起来了。会长，是我们商会又接到了大生意吗？文秀，不要问那么多，会长怎么吩咐的我们照办就好。是。文秀，你怎么了？会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还是不太习惯这些生鱼片，我出去一趟。官长让您接替麻生先生的职务，这一次您可谓是平步青云啊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啊，官长对我的信任，也就是对我们大和商会的信任。我们一定要尽快重建补给站，保证为我们在前线作战的皇军提供充足的物资。原来佐佐木要接替麻生的职务，继续运转商会的补给站，给前线的鬼子运送物资。师部刚才给我发来电报，要我回师部去商量解放朝阳城的计划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白三儿，我走以后，队里的事情由你负责。是。那你这次要走多久啊？解放朝阳城已经迫在眉睫，相信用不了多久的。但是我走以后啊，你们的担子更重了。小鬼子是贼心不死啊，还想继续建立朝阳城的补给站呢，所以必须干掉那个佐佐木，拖延时间。没问题，谁敢接手咱们就干掉他。还有那个大和商会和道场，不仅是日军的补给站，还贩卖鸦片，毒害中国的老百姓，一定要把他连锅端掉。好，没问题。老聂，你就放心的回师部吧，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我已经得到军部的消息，前方物资供应紧张，要求我们朝阳城的补给站尽快的建立起来。军部已经下令由佐佐木接替麻生先生的职务。佐佐木最熟悉大和商会的事情，所以由他来接替麻生先生是最佳人选了。那太好了，只要朝阳城的补给站能够继续运送物资，那我们前线的物资就会非常充足了。坂田少佐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新四军一直都想破坏我们的补给站，我担心他们会像对付麻生那样来对付佐佐木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佐佐木的安全问题。请司令放心，现在我们有新四军的叛徒做内线，只要新四军有什么行动，我们会事先得到消息的。盯着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这次不能再出现任何意外，无论如何要严加提防，不能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。白大哥，怎么样了？我一直在监视着商会，佐佐木啊被严密地保护起来了，他住的地方也加强了防守。看来啊，日本人开始防范我们了，就怕我们像对付麻生那样对付他。他这两天就要去上海了，我们必须在他走之前就动手了。时间紧迫，必须得干掉他。